对，啊，我你也先明白。录起来了。今天淘汰赛了，开始录 VOD 了。第一场是邦尼对 Zest。什么？为什么要干我呀？为什么要盖子黄旭丹呢？不知道呀，给我个原因。他又做了什么他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没做什么事啊。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pulls out this freaking flapjack, and I swear this flapjack had muscles, man. Like he was like. Zest 昨天表现的有亮眼的地方，但是也有打得不好的地方。对。Oh my god! Like I didn't even know they did flapjack like that. Anyhow, getting into this game, so Zest is spawning over in the bottom right side, and Bunny will be. 这个完全要看今天他的状态怎么样。我觉得 Zest 的状态一直很低。Now, Bunny has opted to. 哎，怎么说呢？今天反正 Zest 如果说还是昨天那种状态的话，今天第一场可能就会被邦尼给淘汰了。对。今天会打到八强啊！今天会打到。好的，我们来看比赛吧，兄弟们。嗯，今天打了八强吗？今天打了八强，他今天那个。一二三四，就八强，今天打八强。哦，对对对，就今天要淘汰八个人，现在已经淘汰两个人了。邦尼其实也要表现好一点，这样的话，国内的战队才会不会签他，也是个。你信我，他现在对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没有人会签他的。没有啊，他定位现在蛮低的呀。1500美金不能再多了，没有那么高，啊、那么低了现在。他对自己定位还是准确的呀。那可以聊聊，我只能说可以聊聊。感谢邱老，现在我取不到江疏影的一个飞机。江疏影不是个明星吗？我靠！完了，你不会把他想成江映蓉吧？江疏影是个明星，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个明星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Z 这一盘会不会选择他的这个猛男流啊？这张猛男流就是 Blink 起手，因为 Blink 这个科技啊，能进能退。感谢胡歌的飞机，你妈的！胡歌前女友。那胡歌现女友是谁啊？不知道呀。那我们去八卦这些干嘛？我不了解嘛。一个快40岁的人呢，去八卦这种明星，你妈的跟谁谈恋爱，跟谁上过床，这他妈有什么好八卦？这倒也是。强杀。杀的不咋地啊，四个六个继续七个，那也不少啊。这波我觉得你要杀到八个以上，我觉得就还可以。哎，不少，你毕竟投资了投了四个，对，四个火车一个死神啊。那直接开三矿了、啊，烧完让你烧，烧完了直接开三矿。那巴尼肯定不爽的一逼。16强就要回家了。哎，其实我发现这个欧洲小局还可以，真的。哎呀 ，Hero Maria。嗯，是刘安真还可以。哎，他也是欧服7000分的选手，好吗？现在就在打李平安前，我并不觉得他是欧服七千分。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你觉得不是吗？他打李平安的时候就7000呀。但以前我没感觉那么强呀，现在就这个比赛打下来，我感觉他比以前要强好了。对，变强了。哎，这什么情况？哎呦，没掉，差一点，啊，这掉了还打个毛？不是，女妖也没有隐形的，就真的就算掉了嘛，也就掉了。我觉得 Zest 还是优势啊。
没错，前面杀的这几个农兵其实也没影响到 Zest 的一支暴兵。邦尼昨天在小比赛中算是勉强，就真的勉是属于那种勉强出现、啊，差点被淘汰了，打得蛮不容易的。什么修太不被淘汰了，然后这个对 ，He 那个 Hill Razor 出现了，这什么情况啊？对啊，他进那个的呀，他进十二强，二比零邦尼，我靠，二比零修太姆的，这妈吃药了吧这哥们儿？就乌克兰的这个，对啊，他今天已经三比二击败了法虫啊，这多大呀？没看不到他年纪啊。职业生涯生涯拿了$7,000，感觉应该挺小的这张照片。16年才出道，年纪不大哦，这个人。16年8月份出道的，已经在乌克兰已经经常干 Black 了。哎 ，Black 的水平只会一年往下走。对。好，这边六兵一补，然后闪电提速差。然后双 BF 待会要升攻防，还是猛男流，但这个猛男流的细节稍微变化了一下，他这个闪电科技特别快。这个猛男流应该是现在 Zet 最新的理解。这个局面其实对邦尼来说不是很好打。神主者闪电出来在中期啊，就是个优势，退进可攻退可守。今天感觉这个 Zet 的这个反应就很快，不像昨天那么迷。可能过来适应了一下时差什么的。对。啊，自己思考。Zet 这今天打邦尼就没有昨天那种瞎鸡巴开矿了，慢慢开了属于。昨天他真的是这个时候估计五矿都点好了，对不对嘛？昨天有点乱来的。他这个就是调整了一下，让自己的这个攻防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呢，自己的这个闪电快了很多，这样打的话更加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是现在他最新的理解。这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呀。他以前猛男流不是这样的。妈的，猛男流以前的妈的。就属于随便 A 人族的时候，想怎么 A 怎么 A 嘛。这套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是出闪电打神族大人族的打法，双身攻防，然后出闪电。其实只要会能进闪电的话，其实就人族的鬼兵其实就是个很尴尬的东西。你可以学马入啊，提前打。是的，你是可以提前打的呀，但这种几率很低的呀。对吧？你可以学呀。学不会。帮你的暴兵很猛啊。This could be really painful for Zest, so see what Bunny does, because Bunny is also still sat back pretty defensively as he gets that fourth base established. I'm a little bit scared for Bunny, because I play TVP in a totally different way. I want to get my opponents to face whenever I can. 这局面 Zest 也不急了，他现在就在那边猥琐，慢慢打。帮你直接是要射程解放，但这次科技还是压制他的，提前出了风暴影。嗯。好，雷达已经看到了出这个风暴。两船兵小骚扰，投一下。这次家里面转自爆球和巨象去了。
大家憋嘛。这局面肯定是转自爆球，巨像我觉得没用吧。打后期的情况下，其实巨像这个单位很鸡肋。我来开个盘吧。今天比赛播五的比赛，兄弟们啊。Zest 对帮。哎呦，还没打掉，这个还是投下来了。但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尽量的换农民，现在就在。把上面再过来打五矿 ，Zest 兵已经上去了，很快。那么多地堡，哎呦，回缩起来了。帮你是吧？五拍基地也要打后期了。我发现就这些韩国人，你发现没？就是打这个 TVP 的这种后期是吧？啊，就打的都还可以，不管是神族还是人族。那打 PVZ 我感觉就没那么强了。说明韩 T 猛呀！你这样想呀？是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是，说明韩 T 比较猛。就打到这个局面，对呀、再投其实也没什么用，没什么用。这种就大家来换，帮你就不停的换兵。换来可以哦，大家憋嘛，就说憋就好了。感谢迎接艾尔之刃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艾尔的利刃啊，艾尔的利刃的飞机。You might look at this and be like ATSCVs, but this is the new age of Terran. They've been kind of doing this for a good year or so now, where ATSCVs is the new 66. So he's expanding like. 所以现在两个人就憋起来嘛，憋一直憋就好了。嗯。The thing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ngs, Zest is already getting like a very, very good army together, like 5 Tempests. This is strong. This is very strong. 哇，正面来了。谢球老，现在我期末不挂科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出自爆球，自爆球主要是把你的那个。哎，先把这个矿打了。有闪电，直接保底，闪电卡住位。闪电封路吧，闪电。哎，好像是不是没有没那个。但是我没，他没叮当吧？算了算了算了，先退回去，先退回去。你几分几秒？你怎么比我慢啊？感觉我应该比你慢，刷一下。感谢老，现在我期末不挂科的一个飞机。Yeah, like I'm looking at this right, and Zest definitely has a bit of a bank, like some Zest macro going on. You know, he's got some supply available, but I like the fact that he keeps that available. 加那边矿没打了，其实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呢，被邦尼现在算是萎缩起来了。对，这个我们可以看，憋起来也没什么办法。我们来看一下邦尼这个后期打怎么样。The next stage of the game, which is getting those air upgrades together, getting the armor, the attack, getting more tempests out.This is very, very tenacious by Bunny. 这种解放者其实就很烦，不是说你能打多少农民。I love the fact that he puts the stalkers back in the zone just to take the shots from the liberator. 现在杀点农民其实没什么影响了。对，主要就是正面这一拳操作的怎么样。现在的风暴还不够啊，他还续一波。其实到这个局面，人族也不怕你了。对，这个局面，邦尼完全可以打着打着去转大河，大河多线原子弹，对吧？就各种这么搞。这边解放者往前顶，然后围巾占便宜，闪电卡围巾，这双方打操作了，自爆球克 ghost 克闪电，这个就完全就拼操作。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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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这埋伏这两把电，埋伏的可以啊，但这无所谓，十点枪兵光头这个不重要。绕出来 ，Zest 我觉得风暴不要出了，真的，就纯追猎跳点吧。他不知道现在，他现在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现在纯追的跳点可能会好一点？对面的地面其实并不是很厚。那对他来说，他不知道，他觉得你在抱解放者，那我只能去风暴。
帮你感觉自己天空站住了，然后直接转那个七倍解放，我操！这出风暴也是对的，你不出风暴的话，你的确这追猎的确有点没办法打这个解放。可以打，只要多就可以打。这个多线原子弹一放 ，Z 他可能要乱了。啊，别这个时候。当你这个今天打的，就第一盘给我的感觉，就明显要比昨天打的更加严谨一些，就专注度更加高。昨天他们肯定都觉得自己都出得了线，所以也没好好打。那我要说一句啊，他差点没出，对吧？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小组第一、第二和第三、第四差距还挺大的。那多条命好吗？好了，原则来了。啊，没感觉啊。哎，不过无所谓，也炸不了什么东西。几个农民而已，还把自己炸死。啊，你死个 ghost， 大颗原子弹杀了四个农民，我怎么感觉亏了呀？对呀，我怎么感觉你亏了？彻底嘛。好 ，Zest 也很聪明，正面开始点地堡，点电池。这个是对的，点在这个位置点地堡，点电池。这样的话可以跟你在这个位置决战，没错。但这个现在这个自爆球，我跟你说，他自爆球其实有点鸡肋。你想他，他自爆球要压那个的，他自爆球要压 ghost 的。啊，其实也地面也没多少兵。哎，正面被拆了，他没闪电。他没闪电，正面守不住的。妈的，我怎么觉得 Yet 这个局面不好打、啊？解放者太多了，他破不了这个解放阵，闪电又找不到机会电，闪电从旁边过来了，要卡一个位置。啊，多线解放各种价，这个局面不好弄啊！你要防这三个解放者，还要花很长一个时间去防。对，这个然后防的同时，他还各种多线原子弹。主要解放在后期，他到处随便找个地方架你就很烦。看这个自爆球了，这波看自爆球，炸不到东西。我就现在就觉得不朽这个现在在这个兵种组合里面，其实有点蠢，这个不朽没什么用。而且在这正面这坨兵啊，他不带闪电的，维京根本就不怕你。你光是这个追猎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是要找机会闪电打到那个，他闪电必须要打到那个围巾才打得赢。嗯，啊，这时候我不得不说，神族还是虫族还是有点猛。那围巾他只要定加那个感染加物就好了。我觉得 Z 已经输了 ，Z 始终找不到机会打那个，就后期感觉打的并不好。帮你虽然战损很亏，但是。架不住他这个解放者变多了就很猛啊，他大核已经出五架了。他关键有矿罗，他再损亏点没关系。哎，各种多线，我的天！哎，还好。没看到，反应不过来了，还是炸出来了。那以前原子弹，我记得设计是200-200，对吧？对啊，后来改便宜了。那个时候的确，那个时候炸不起的好吗？对，现在改回来就随便炸呀，跟不要钱一样。I'm so amazed by the fact that Bunny is so willing to go to this stage of the game against the Protoss. 其实如果200-200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炸的时候，对吧？啊，能就没炸出来，能够回收，那我觉得也是个说法。
These Tempests, they outrange those Vikings. 不能回收。不能回收，那很亏的呀。不是，能回收，你知道我怎么炸吗？啊，他妈炸一下，老子取消，再炸一下取消，你去找红点吧。那反正能回收嘛。不，你炸了就不能取消呀。你不是说能回收吗？不是，我的意思是，就被人打断了，被人打断了就能回收。哦。就以前200-200的时候嘛，这不过也不见也不行，妈的，哎，照原子弹飞出去，然后再把他妈的按下来吧。不行，你他妈你这种瞎鸡巴想的，我操！改钱是最完美的一个改法。He could definitely annihilate a base with those species, then portal out. But Zest is doing all the right moves right now. 对吧？还是正面接触一次就可能定胜负了。嗯。Zest 的存钱多。下面是什么？大河吗？大河吧，他飞过去拆矿，拆完矿之后直接飞。白球看到大河也很无奈啊。白球不猛，回城真的一样。回城我可以飞的呀。那大河炮放着再飞啊。哎，秒掉一个大河，这妈什么情况？哎，大河炮呢？哎，这什么东西啊？他为什么？还好。One being the armor, but Zest has three. 妈，这种一盘就天荒地老了。慢慢来。不，这张图很容易打成这样。对，太远了。哎，今天晚上的比赛淘汰赛，那的确打得要稳一点。嗯、而这比赛是谁输谁就被淘汰了，他们。对。肯定也不想白来一趟欧洲的。感谢邱老先来我女朋友分手的一个飞机。哎，没闪电真的是，其实这一拳，这追猎骑已经发挥了足够的作用了，都全部都在输出，也没打多少。对，又被加多线，哎，想死的新队友。感谢老先来我期末挂科两发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们。直接推脸，天空不要了，只打呀，白球摸呀，这个时候摸、嗯，我靠，这白球摸一下，我靠，哎，这他妈他爆追猎，好像你没什么办法呀，你这个，你光靠大哥打不过这个，打不过这波追猎啊，炸呀，自爆球，他是想什么呢？哎，这被打回去了，关键下面有那么多头哥。哎，炸一下呀！炸呀！你炸你！哎呦，头哥干嘛？我这四个不朽甲的呢？好，直接跳脸，追脸！哎，在这里直接跳脸！不要走了呀！这个刚跳过，这块不要了，这块不要了！快跑啊！你这折月没了。好了，爆追脸，直接顶脸了，一爆要顶死了。赢了，帮你没钱了，帮你没钱了。还是追猎屌，不愧是 Alpha Star， 从一上来就领悟了追猎无敌。每天你们这些神族，对吧？就黑追猎不行，我靠！追猎弱，妈，现在知道追猎猛了吧？看到没有，猛这种用力跳上去，死了！帮你没钱的 ，Zest 的有的就是这种换大河，随便换就完了。我还有那么多追猎，随便换 F 2就好了。他就纯追猎换到底。追猎主要有打重甲的这个加成的 buff。看到没有，追猎猛不猛？是的呀 ，Alpha Star 的告诉你们这个兵种追猎。妈追猎什么意思？就是妈追着别人打，你知道吗？追着猎杀别人叫追猎。你们这种都不懂，我靠！每天黑追猎。If your strengths are not in the late game, why do you choose to go there? Because I really feel that he was playing his opponent's game. 大河不如之前，你妈黑大河，我靠！大河也挺强的。大河当然强。大河挺强的啊，我告诉你们，不要觉得大河妈不强。
这他妈各种屁音吧，你妈个鸡！哎呦，你妈！这边是哈斯蒂姆啊，不，这个是谁嘛？哈斯蒂姆打长，哈斯蒂姆，哈斯蒂姆打长威，1-0。呀，哈斯蒂姆，他居然也出现了吗？哈斯蒂姆出现了呀，干嘛？我昨天都没关注到这里。感谢老仙来我期末什么挂二发的一个两一个游侠啊，他出现，他力压死 Note。Thermal's doing super good internationally, like super good. I always feel that Harstem is the kind of guy that, yeah, can kind of take him down, regardless of maybe being a little. 我靠！我老婆怎么给我买的榴莲的？什么叫榴莲的？什么意思？不知道是榴莲的冰淇淋啊？老婆，这榴莲的什么东西？这是榴莲的什么东西啊？榴莲的什么东西啊？反正是要吃的，我操！榴莲冰淇淋呢？不知道，哎，烤着味道。妈，榴莲多吃点，好事儿，滋补品榴莲。你先说着，我把这个榴莲啃掉啊！不要吃啊！黄哥，你妈是有点不是不挑啊？就比如我其实不太喜欢吃榴莲。那黄哥，你妈的，这种榴莲他也吃的。我受不了榴莲那个味道。这个东西喜欢吃的人，你妈非常喜欢吃；然后不喜欢吃的人就妈都一点都不会吃。Home Story Cup Production on delivering me. 但有些喜欢吃，有些不喜欢吃。这场哈提姆和悠悠帽的比赛，我们就随便就一点思路都没有，已经打到一个中期了。哈提姆反正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神族选手，巨像闪电不朽打正面。啊，你们好什么好吃的一逼什么的？榴莲还可以啊。我吃不习惯。什么臭豆腐了？臭豆腐也很好吃啊！啊，臭豆腐好吃一逼！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们，杭州有一家叫胖大姐臭豆腐，好吃的一逼！只要我下次带你去四川吃，吃四川的臭豆腐。那什么味道嘛？蘸干辣椒的。云南也在干辣椒的、啊。爽的一逼！啊，云南臭豆腐也很好吃啊，那是臭中发霉，闻起来你妈就想死，但吃起来爽的一逼，哼，是不是？那湖南的臭豆腐也黑，湖南那个料我不喜欢，黑的黑色的，对啊，我不喜欢那个料，那个湿的那个辣椒我不是很喜欢，我喜欢吃干辣椒的。这一盘 ZS 的哨兵 VC 开，帮你直接偷三 G 的啊？拼一枪啊？那不是我他妈只要一飞，我这个先知出来飞，啊不先知这个，幻象凤凰一飞，飞到老子就一波，妈个鸡你偷！是不是嘛？可以啊，这个局是完全可以啊。幻象凤凰一飞，然后我就不灵可一波了。这个战术是必然有幻象凤凰的。对啊，现在偷矿没那么好偷，就是幻象凤凰太早。不，帮你这么打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可是职业选手，好吗？地堡也下了，总的来说的话，邦尼打的就是虽然偷啊，但是还该做的防守还是做的。好，进来看到了，懂了，应该看到了，懂了。Blink直接压脸了，追猎压制开三矿呀、啊，嗯，他先偷三矿，然后两憋伏下去，但这样就慢了呀。他这种打法就是他不偷了，就不他不前期压制了，反正象征压一下，大家一起拼经济了，对，大家拼经济了已经。
就打到中期，我两个两方肯定比你快啊。人族攻防不可能比神族快、哎，你们不要说什么臭的。那天我们两个昨天去参加了一个什么，参加了一个活动，那些人跟我们说什么吃蚕蛹，你还记得吗？对的，那些明星啊，不，那些不能算明星，那艺人，我靠，居然他妈蚕蛹他妈好吃比什么烤蚕蛹，那把蚕蛹放在火锅里面。我他妈想都不敢想。口味重的一逼，我靠！他们说都说好吃，你看。不，我可能比较挑食，我吃不惯蚕蛹，你能吃吗？我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如果有机会呢？试试啊！我这个人还是蛮善于去试一试，补蛋白质还不长胖。我其实不对吃这件事情，就是说只要别人能吃的嘛、他们说好吃的我都会试一试的，我也不管他什么东西。那这种老鼠呢？那有人吃，大家上桌了好吃，他都说好吃，我也会试一试的。拼一场、那么牛欢喜这种东西呢，一样的拼一场啊，没有不能拼的呀、也是啊。So he knows it's a huge committal to the ground army, and he knows that like the factory is probably late, the starport was late, any kind of. 哎，你吃皮蛋吗？吃啊，皮蛋还可以啊，皮蛋很好吃。Even here, focus firing single marines out, blinking away. 又漂亮。好了，拼经济了，一攻一防很快啊，因为这边、攻防的话，邦尼已经有点追不上了。巨象，然后一攻一防，前面就靠四个队列，对，他就靠追列去随便骚一下，直接双 VF 跳，双那个 VR 跳巨象。帮你这种骚也骚不到东西，他兵都在家里的。就帮你这个打法呢，需要你有很强的内力，对吧？你才能够打得很好。He went very fast up to like the extra barracks as well after the third CC, so it looks like he just wants to go and keep on going. His widowmine. 第一波双线进攻，Zeta 兵不是很够啊。虽然攻防很高，但只要他第一波能扛过去，那待会儿你攻完我第一波之后，我就两攻两防，然后巨象科技也成型了，可能这波反打就能够把帮你打死。关键就第一波能不能够完美的扛过去，现在就怕多点空投。 Zeta 非常清楚，思路非常清晰，已经上去防了。他四个巨象的时候就可以压了，四个巨象刷追的时候就压出来。哎，我等你先送一波呀。对啊，我就防的时候我就等你送嘛，反正你肯定要进攻的，因为我出巨象你必须进攻。勋拉斯就是癞蛤蟆，好像都吃了，我吃过的呀。好，真九死一生，四传兵，逮刚好，投的位置有点好啊，两传、可以。这看死多少追猎了，刷一排叉，追猎往后跳了，可以跳了 ，CD 马上好了。下面多线，这个时候再次兵往下救，上面刷叉挡住，下面打不进去，就巨象太多了。这边应该正面打一点没什么问题，还行。但这个追猎呢，死的稍微多了一点，多了点。对，他投的位置有点好，刚才。然后邦尼的这个暴兵呢，的确还是挺好。邦尼已经铁头地面了，对啊，那不是铁头就准备，他就投一波嘛，投得进去就赢了，投不进去就输了。哎，哎呦，一传兵。有点伤，好了，追出来了。帮你还不转，不过 Zeus 的高估帮你了。他以为对方转围巾的，他已经在转不朽了。还是看这圈能不能投到东西。投个毛投你妈的啊！他没机会投啊，他看着的呀，这次这边不敢投。你不投这次都要反压了。
两围巾一出，那次开始三攻三防，然后变爆不朽。他已经巨像已经成型了，三个还是四个不朽？三个巨像，三个巨像。啊，对，三个巨像，他现在已经就是现在 Zet 应该是最强势的时候。不过呢，邦尼好在也没有强行爆围巾，所以他围巾的数量也刚刚好打这个天打这个巨像。现在就外面这几团兵有点烦，但是攻防啊，邦尼就一攻一防哎。妈，这次三攻他们在提了，这打锤子的。不，这几团兵就拖着呀。家里面插下去的，你这哎不会投穿了吧？这上面不会投穿了吧？这次的兵好像是，哦有。打不上这你妈！你现在这种你拆个基地什么没用，真没用。他现在三个巨像带不朽，而且是爆不朽，你怎么打得这个巨像一扫就一片那个枪兵就没了。帮你觉得不对，总感觉被侦查到了。他总感觉被侦查到了。但这次这些兵，包括这种攻防，你帮你怎么可能打得赢吗？现在就要等三攻三防再压死。哎，又被看到了，帮你输了，这三攻三防了。关键正面打不赢，正面竟然被三攻三防了，你才一攻一防，你打个毛啊！神族三攻三防打人族一攻一防，他妈只刷叉就好了。哦，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看邦尼被干，我就很爽。切，你是不是嘛？就算投进去又能怎么样？打不过他两攻两防的叉。虽然这个头的位置倒还真的不错，他就要传回来。你走不走了吗？不走了呢，又掉一船。走路走不了。你看邦尼被干很爽，是因为他这张脸就感觉妈的就很不爽，这张脸。关键他很跳，你知道吗？那倒是。妈的，我怎么卡了？妈，人家又没跳你，你慌什么？哎呀，就感觉啊。我帮你肯定有点跳，他怎么可能跳我嘛？我跟他无冤无仇的，他跳我搞毛啊！啊，这个正面怎么打？这个围巾数量也不够。成功刷，我开了个代理。哎，这什么情况？我开代理都不行？怎么啦？这什么情况？妈的！哎，黄旭东电脑这网络卡，跟我下不下片有什么关系啊？妈的，这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这什么情况？我又没掉线，我靠，这什么东西啊？下载多少嘛？没下载，我开了个代理，连下载。哎，被包了！什么情况？还有攻防高，攻防高，差点被包死。妈，攻防高才是关键呐！这鬼兵帅也没用，死了，是2-0了。接近。哎，这妈的，这什么情况啊？我今天。你看是不是又变100兆了？没有。我开代理都没用。你们说什么？我从来没下过，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要乱说。妈的，我真会告你们诽谤的，你们这帮狗逼啊。好了。这三攻三防他没法打的。对。嗯？怎么又卡住了？什么情况？没有了。诶？他是不是又要跳？哦，是他不动了。他有一个跳的那个东西，你把那个取消掉，不要跳就好了。怎么取消？就像那个聊天室那个上面，你刚进来的时候聊天室上面有。对，不要加入就好了。哦，妈个鸡！我估计就是他这个推起新的这个功能。对，如果你不点的话，他就自动把你加入了，到时候。对啊，我估计是新的功能把我直接切进去了。
And that's like you, I mean, that's such a awful way to play almost, right? Like someone that like makes that. Me, yeah, it makes me think that he's kind of hopeless. Like whether it's just in this matchup or whether it's just against Zest, I have no idea. In fact, I'm gonna have a quick look up at the. 帮你打不过 Zest， 有点打不过，打不过。Zest 这个，如果这次就赢了 Bunny 之后，他接下来要打的是把本和 Lambert 的败子，那又是一场难。人难打的比赛，万一你妈是把本下来了，那怎么办？韩国选手又损一员大将，然后他这个比赛就有一点我觉得蛮人性的，就是胜者组对吧？你打到最后不是波七嘛？啊，然后你那个胜者组那个人是一比零领先的。就胜者组是有优势的，就是。好了，那他野狼兵赢了，直接直捣黄龙啊！把本你待会儿会看到，他待会儿要跟 Lambert 进行一场生死大战，谁都不想下来面对 Zet。好了，这个野兵营直接两兵 rush， 我觉得邦尼未必要往死里打了。还是 Team 三比零战胜了尤尔玛，尤尔玛被淘汰了。这什么情况？唐威怎么那么邪嘛？我靠，他们！你也没想到中国选手都是鸡，什么东西啊？魔兽吗 ？Happy 现在很强吗？不知道。那如果说能够把现在中国选手都干死，那他的确有点强，因为他可是转型了星际二那么长一段时间再去打魔兽。对啊 ，Happy 很强吗？现在？我不知道。你问问看，问问他们吧。Only one gateway and it's a proxy, not a gateway at home as well. Just letting you guys know out there. Just letting you guys. 强，他们说 Happy 现在无敌。真的假的 ？Who is Ted？ 趁你。不 ，Ted 现在什么实力嘛 ？Ted 已经不练了呀 ，Ted。就什么实力呢？就。还是个高手嘛，但是肯定打比赛也不行。四强了，他们说强的一逼。魔兽主要就是就太停滞了太久了，所以说战术什么都不更新了。Happy 不是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星际二吗？对啊。Happy 星际二挺菜的。你未必打得过他，我告诉你。不，我应该打不过他，但是我觉得他挺菜的。不，现在他肯定打不过我的。哎，这个基地强行好的话，你要死很多农民啊！哎，六个了，这他妈帮你想退了吧？估计打成这样，真的想退了。这也不想退啊！我知道他基地还是好了，就还有打下去理由。如果基地干了这种，就再被逼退，那还打个毛啊！哎，这个房子不能掉，你房子掉，你待会儿他直接走进来了。Happy 星际二跟英飞比怎么样？不是一个时代的，不是一个时代。Happy 肯定要比英飞要强，不是一个时代的。Happy 在他最强的时候，大概什么实力的？我觉得他最强的时候，大概 WCS 十六强吧。嗯，差不多，差不多吧，十六强的实力。最强的时候，大概比个人族的话，没有幽人帽那么强，就现在没有现在幽人帽那么强。十六强啊 ，WCS， 那很难比较，因为欧美本来就没什么人族选手。嗯。那还可以，不是那个年代的 WCS 十六强啊，但就那个年代不是很强呀、啊，那个年代欧洲选手，对的，那个选手欧洲选手啊，我看了，就那个瘦，波兰那个瘦，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啊，差不多吧。那个时候他如果来国内打，比如说如果他最强的星际二的时候来国内打比赛，他应该就八强的实力。差不多吧。
那个时候 IG 的人都打得过他，什么 Michael 赛的吉姆这些 IA 这些都可以干他。Okay, so he actually gets to see that third CC, right? So Zest knows that, hey, like, yeah, you did something a bit cheeky. 都看到了三开。Like, you know, you stopped at 49 SCVs kind of thing and tried to all in me. But this kind of game, he has to come back from a real, real deficit here. And he hasn't seen a starport yet. So maybe Zest might be thinking, oh, there's a proxy starport on the map.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a Liberator or a Banshee or something. But we know that Bunny's actually in a worse situation economically.这个就你现在二矿都开不下来。当时 Sad 老师，当时 Sad 老师还有点实力的。当时 Sad 和 Scaggy 差不多，但不不，他比 Scaggy 强。我但 Scaggy 也没有现在那么强啊。哎呦我去！当时欧美最强的虫族选手是 Snoot， 对吧？那不是 Snoot。你说谁马虫啊？法虫啊，法虫。那时候是法虫最强，但 Snoot 也不弱呀 ，Snoot 也很强。Sad 老师最强的时候，大概跟现在 Showtime 差不多吧。跟妈的，让我麦说起 Michael Sad， 我就想起一个比赛，一个叫什么英伟达的比赛，让我想起了当年妈的麦老爷也曾逼平过吕布。什么吕布 MVP？是吕布 MVP 那个时候吕布还没打新疆，妈个鸡的，他这种赛事方说就坚持十分钟就算赢，然后麦老爷你妈直接飞倒矿修防空，我操！最后你妈的麦老爷拼完之后，然后直接把所有的基地都飞起来，用人族妈的就拖到十分钟，最后算他赢，然后拿了块显卡走，对的。赛德老师最强的时候还有点实力的，他跟吉姆两个人都挺。我说吉姆最强的时候跟现在逆步差不多，啊，对吧？打飞寒的基本上都是优势。虽然这个就是这时代不一样啊，当然现在逆步肯定比吉姆要强多了。那个时候，对，但总的来说就位置嘛，大家的位置，对，位置就是吉姆最强的时候大概就跟现在逆步差不多。这个逆步在飞寒的位置差不多，然后那个 Michael 赛的大概就位置就是跟 Showtime 差不多。吉姆最强的时候跟韩国顶尖选手都能打。All right. If we go back to objectives of like what do both these players want to achieve, so Zest right now is in freestyle mode. Like he can do anything. He's taken a fourth base against a very wounded Terran. I feel that's one thing that can maybe. 飞寒第一批啊，吉姆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神族，没有神族比他强呀、没有神族比他强、当时欧美这些神族都还没起来，没有啊，就一个霍克呀，对霍克，然后那个南尼瓦嘛，就是南尼瓦霍克嘛，南尼瓦霍克吉姆嘛，没了。霍克当年还挺强的，这个倒是实话。好了，直接冲了。妈，一攻一防了不起呢？这坦克炸成这样，你都直接冲？干嘛不行啊？然后这是 Zest， 不能打，不能直接冲的。给我退回去、啊！干嘛？我回来，基地给我飞啊！我再来一波叉，继续冲。你怎么办？哎、直接退了。三比零，妈的，帮你这个。你看，帮你这样看，绝对很臭。这样看，我只能说这个给他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对啊，他没什么实力啊，现在真没什么实力。I felt that the first game was an odd strategy choice by Bunny. The second game made me feel that he felt hopeless against his opponent. And the third game, that was just a guy that knew he was dominating. And like he dommed him, dude. He absolutely dommed him. He dommed him like